哎，任，我看到报道说抽烟可能会增加感染冠病的风险，不知道电子烟会不会呢？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吧，不过我真的听说二手烟染疫风险其实是很高的。我看大家为了健康还是应该戒烟。今天是世界无烟日，我们就请专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吧。